一大早，92岁的白光荣就带着孙女儿下地采摘食材，他要给孙女儿制作一道香甜可口的点心。没想到他采摘的竟然是一朵朵刚刚盛开的玫瑰花。白光荣的家乡地处山东省平阴县，这里自古以来就盛产玫瑰。现在平阴县耕地面积49万余亩，其中玫瑰就占了近6万亩，被誉为中国玫瑰之乡。一说起玫瑰花，一般人都会想起这种大红色的花，可是平阴出产的玫瑰却长得不太一样，不仅颜色是玫红色，而且花朵也更大。就你看这个月季，这是月季，这像月季，对吧？月季花大部分呢，就是上我们这来观赏的吧，旅客吧，是吧，都认为我们这个不是玫瑰，清明节送的那个才是玫瑰，大部分人都这样认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清明节是洋节嘛，从国外传到我们中国来的，一个国来的，到国外呢，就清明节送的那个玫瑰呢，就是我们在国内说的月季花里边的一个品种，就切花月季。咱这个国内这个玫瑰哈，就是咱这个玫瑰就昼阳玫瑰，这个咱这个玫瑰呢，食用玫瑰可以直接吃，可以直接食用啊，对，直接吃没问题，吃上了有种甜甜的感觉，稍后点呢带点涩味，稍微带点涩味。这个刚入口啊，是有点这个香香的、甜甜的感觉，但是后味还是有一点点微微的这个涩的味道。原来平阴的玫瑰才是真正的玫瑰，而且还可以直接食用。这里的很多人家世世代代都会用玫瑰做各种家常菜，炸玫瑰、玫瑰饺子、玫瑰炒鸡蛋等等。玫瑰早已在不经意间融入到了平阴人的日常饮食之中。巧合的是，平阴县的长寿老人非常多，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1000多人，大约每10万人中就有6名百岁老人，非常接近联合国评定长寿之乡的标准，即平均10万户籍人口中有7名百岁老人。平阴的这些长寿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饮食习惯，那就是爱吃玫瑰。92岁的白光荣，眼不花耳不聋，还可以非常熟练地绣鞋垫。除了每天绣鞋垫打发时间，白光荣的作息格外规律，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庭院里的花草都由他单独打理。白光荣的家人向我们透露了老人已坚持了70多年的饮食习惯，那就是每天都要吃自己腌制的玫瑰酱，这或许也就是白光荣老人的养生秘诀之一。玫瑰酱的做法并不复杂，先摘下玫瑰花瓣，再将经过清洗后的玫瑰花瓣与白糖混合揉搓成酱。你每年都做这个玫瑰花酱吗？啊，一般都会做多少啊？哎呦，这也不解释也这，120多斤。这些掺了白糖的玫瑰花瓣，要经过1年的发酵，才能变成玫瑰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去年腌制好的玫瑰酱。热情好客的白光荣要用去年腌制好的玫瑰酱，给我们做玫瑰糖包。这也是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点心。他先将面发好，分成小块，然后开始擀面皮。一旁的儿媳妇儿怕老人太劳累，想来帮忙，可白光荣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因为每天吃点自己蒸的玫瑰糖包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将包好的糖包放到锅里蒸，只需要等上10分钟，就可以享受这道美食了。哎呀，尝尝您做的这玫瑰糖包，我从来没吃过这个。尝尝，咱俩吃一个。哎呦，您看，这个太热，热热烫了。
甜丝丝的，这个玫瑰的香气加上这个白糖的味道，就甜润可口啊，真的是很棒。奶奶，你这每天吃几次这玫瑰糖包？你吃啊，给我们的摄像师拿一个。谢谢谢谢谢谢。没想到拍摄间隙，老人竟然直接拿起桌上的玫瑰花瓣吃起来。奶奶，您都是这样直接吃玫瑰花瓣啊？嗯，活血的。哦，活血。嗯，你好，我多白呀。白皙红润。啊呀。也不知道咱吃这个这么俊呀、啊。平阴人用玫瑰养生的历史很悠久，相传早在唐朝的时候，武则天就非常钟情平阴玫瑰，除了每天清晨饮用玫瑰花露，她甚至还会用玫瑰花泡澡和敷脸，60岁时仍然容颜不老。平阴玫瑰对于她来说是美容养颜的圣品。吴大珍，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多年研究玫瑰花，他极为推崇玫瑰养生。现在他给病人开的很多方子中，往往有一味就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是咱们国家一个比较特殊的，叫做药食两用、内外两用的一个代表。什么叫做药食两用呢？它可以当药，可以治疗，也可以当食物吃。这你们大家都吃过吧？玫瑰酱了，玫瑰饼了，玫瑰这个糕了，对吧？这叫食，就是在商店里头也有卖的。什么叫药食？什么叫内外两用呢？可以内服，大家都知道，还可以外用，做面膜呀，做玫瑰精油啊，这全世界都在用。所以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子，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另外呢，玫瑰花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叫着行气活血化瘀，那脸上才能够是红润的。由于很早就认识到玫瑰的养生功效，平阴人很早就开始用玫瑰造酒。在清代平阴县志中就有记载，西地生来千万枝，恰如红豆寄相思，玫瑰花放香如海，正是家家酒熟时。可见平阴人那时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酿造玫瑰酒了。如今在平阴，除了尹成平，已经很少人用古法造酒了。要先挑选上好的玫瑰，再加入高粱酒充分搅拌，将其放入室外酒箱中晾晒一年，最后再把晾晒好的玫瑰放进蒸锅，将酒蒸出来。看上去传统的玫瑰酒制造工艺并不复杂，可是用来蒸酒的水却要十分讲究。每次蒸酒前，尹成平都必须要去一个地方去蒸玫瑰酒所用的水。原来他来取的是平阴周边的泉水，济南有72名泉，其中平阴境内就分布着4名。可是这蒸玫瑰酒的水为何必须选用泉水呢？我们的玫瑰酒是用这个水酿出来的。那这个泉水它好在哪儿啊？它这个是含很多的矿物质，还弱碱性，对人的身体啊有很多好处，直接能饮用。可以直接喝。你尝尝。哎呀，这个水很清冽，微微的有一点点甜，是很甘甜的。如此清冽的泉水不仅可以拿来蒸玫瑰酒，还可以拿来浇灌玫瑰花，因为泉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十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平阴世代出产高品质的玫瑰花，与泉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将泉水加入到晾晒一年的玫瑰酒里面，盖上盖子蒸，再把蒸好的玫瑰酒装进坛子里，然后就到了酿造玫瑰酒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环节，那就是将这些酒坛子放在酒厂后面隐蔽的酒窖里。这个酒窖是整个酒厂里最神秘的场所，平时除了尹成平，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他决定带我们进去看看。
啊，这个鞋一直在外面，现在就在装备齐全了哈。好，您可以进到酒窖里面。这里边好暗呢。啊，你刚进入酒窖，一股浓郁的玫瑰酒香味便扑鼻而来。刚走不远，我们便发现，这里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酒窖并不相同。不仅地上黏糊糊的，所有的酒坛子上面还残留着许多白色物质。这都是益生菌，咱们这个东西啊，就是传统工艺，用这个猪血，和这个桑皮纸，就最传统的这个最古老的那个工艺，把这个糊上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温度一定的，就是咱们这个地窖啊，就是保持这个温度以后，它就长这个益生菌了。最长的时候，你看它能长到7公分。7公分就相当于女生穿的高跟鞋、啊。对对对对。除了坛子上面的益生菌，我们还发现，由于酒窖常年无人进入，墙角到处都爬满了蜘蛛网，我们不禁开始担心，这些蜘蛛网会不会影响玫瑰酒的品质？这个为什么不清？这个不能，这就把益生菌破坏了。这益生菌破坏了。你说蜘蛛网还能起到保护益生菌的作用？对对对对。每年2、3月份都是益生菌的快速生长期。而这时候尹成平都会将蒸好的玫瑰酒放入酒窖，这益生菌对玫瑰酒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对这个酒的成熟，这个很起到很大的作用。它这个对这个呼吸，这个酒要是没这样，它不会说是窖藏就是好的这个地方。它这个一年就是说洞中方一日，世上1000年了，就是说的就是这么说的。洞中方一日，世上1000年，就是这个酒好的这个地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就是陈酿的概念？对对对对，在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它能一年能提3到5个氨基酸。虽然洞中方一日，世上1000年，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是这也说明，益生菌在玫瑰酒的酿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装玫瑰酒的酒坛子是陶制的，而陶制品的分子结构并不严密，属于微孔结构。玫瑰酒通过坛子上的微小气孔进行呼吸，而益生菌正好帮助玫瑰酒的呼吸。在酒窖储存时间越长，玫瑰酒香味也就变得更醇厚。这个时候，尹成平十分神秘地告诉我们，他要带我们去看看酒窖里最珍贵的一坛酒。来，上来看我这个宝贝吧，你慢点，这个几十年都没人进来了，你看。这个酒窖是不是比刚才那个时间更久？对对，这你看着吧，这个都是地上更黏糊了。这个几几年的，这个都有，你看。层桑皮纸啊，这都是8-9层，看到吗？这个那里面那一层，这个有点看着像棉絮的是什么？不是，这个都是桑皮纸的特征。你看，这都是几十年的了。哎呀，这个好清澈。现在可以喝吗？你喝喝吧，度数很高的。有多少度？现在70多度。我不会喝了呀，我一直在酒窖里出不去了。没事，你我拿着。我尝一尝吧。我第一次喝这样的这原酒，陈酿70年的玫瑰酒，尝一尝。哎呀，都是很高的，太辣了这个酒。但是这个回味还是有这个玫瑰的那个香味儿。尹老师啊，像这坛酒啊，可以说是陈酿了60-70年的哈。那要是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得值多少钱？这一坛子可以说是几十万都不止了。几十万都不止。对，古法酿造出来的玫瑰酒不仅味道甘甜醇厚，而且还具有理气活血、滋补益肾的养生功效。尹成平的酒厂每年收入高达1000万元。在平阴，大约40%的人都在从事与玫瑰有关的产业，种植玫瑰的，做玫瑰产品加工的，销售玫瑰产品的。每年5月，当玫瑰大面积盛开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凌晨4:30，刘来远就起来前往自家的玫瑰田地了。五月正值玫瑰盛开，这段时间他都要凌晨起床，在采摘玫瑰前他都得带上头灯。那时候看不见，这天不亮就得摘花。原来花农摘花还要讲究时间，必须赶在日出之前把花摘完。在平阴很难看到大片盛开的玫瑰花田，就是因为这里的花农都跟刘来远一样，在日出之前已经将花采摘了下来。可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刘来远在采摘玫瑰的时候，不仅采摘盛开的玫瑰花，还要采摘玫瑰花蕾。现在需要就是手工花蕾，这个价值还贵一点。没开花的反而贵。对，没开花的贵。这个花蕾就是，就是香就是主要就是香料、饰品啊、化妆啊，还有药材啊，这个都可以用。其实，除了花蕾和盛开的玫瑰花，刘来远赶早主要是为了采摘现在市价最高半开的玫瑰花。半花，这个还没完全开放，这个花现在是，两块钱。2块钱一斤，这个花梨现在就是在这个7-8块钱一斤。为什么要就说在天不亮以前就得来采呀？一旦天亮了以后，它就开了，开成大花了，开成大花就价钱就没这么贵了。刘来远的四亩玫瑰田，今年就给他带来近万元收入，他的收入还算是花农中比较少的。采摘下来的玫瑰瓣花会随着时间与接触到的阳光缓慢绽放，为了保证瓣花能卖出一个好价钱，刘来远必须在日出之前完成所有采摘工作。由于全花、瓣花、花蕾的价格不同，这三种花必须分开送到专门加工玫瑰的工厂进行加工。花蕾可以制作花茶，瓣花可以制作价格昂贵的花冠，全花可以提取玫瑰细胞液。可是玫瑰细胞液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种细胞液它是通过低温除湿冷凝技术将玫瑰花中的玫瑰汁提炼出来。它有什么功效吗？它呢主要是里边还有很多营养成分，比如黄酮它可以抗氧化、抗衰老，还有它里边还有很多芳香酚类，它就是说使人闻到以后啊，可以感觉心情比较愉快。全花不仅可以提取玫瑰细胞液，还可以提炼精油，这些精油价格昂贵，主要出口海外。据统计，平阴玫瑰精油每年的产量在300公斤左右，而1公斤的价格大约在10万元。现在平阴有23家专门制作玫瑰细胞液、玫瑰精油的加工厂。为了最大限度地用玫瑰创造财富，平阴人还创造性地利用玫瑰酱、玫瑰细胞液等玫瑰衍生品，做出了多种养生滋补的美味佳肴。吉麦峰专门制作玫瑰宴已有10余年，他做的菜不论荤素，不管炒的、炖的还是凉拌的，都跟玫瑰有关。这些都是什么？这都是我们的调料。这是玫瑰酱，这是玫瑰酒，这是玫瑰细胞液，这是玫瑰花瓣，这是干花瓣，对，这各类的玫瑰花瓣都聚齐了哈。给我们介绍完配料以后，吉麦峰制作的第一道菜是用玫瑰酒做的玫瑰乳鸽。只见他在乳鸽上反复涂抹玫瑰酒。为了使玫瑰酒更入味儿，乳鸽要腌制2个小时。在等待腌制玫瑰乳鸽的时候，吉麦峰又开始制作第二道菜，传统玫瑰点心玫瑰梨丸子。除了玫瑰酱，他还将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等补气养生的食材放在一起碾碎，制作成馅儿，再把这些馅儿包进梨丝和面粉里面。玫瑰不仅可以做成热菜，
还可以做成凉拌菜。可是，在制作完凉拌菜之后，季麦峰竟然往凉菜上喷玫瑰细胞液。喷上去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它增香，增它的玫瑰花香。那做其他菜的时候会不会用得着这个玫瑰香花纸？一般都是短时间上桌的，就是做出来马上上桌的，哎，才能用到这个东西。哎，时间长了它就挥发了。大约三个小时后，一桌玫瑰宴就做好了，一共有24道菜。现在一桌玫瑰宴可以卖到1000多元。今年5月份，慕名前来平阴赏花、品尝玫瑰宴的游客有30多万人。季麦峰的店里平均每天要卖出36桌玫瑰宴。在平阴，专门制作玫瑰宴的饭店、酒楼随处可见。到平阴吃玫瑰，也成了旅游新热点。尝尝这个玫瑰饼，非常有特色。哦，哇，真不错。这个做这个饼啊，都要赶季节。因为玫瑰花，开的旺盛的时间啊，就是5月1号，到6月30号。哦，时间花期2个月。所以你要是在别的时间来，你是吃不上的。这个粥尝一尝。这个玫瑰花的味道真是太棒了。像玫瑰花啊，它具有哈很多的这种调理人身体机能的功效，你像止渴啊、运肺啊、养颜啊、美容啊，它都有这些功效。平阴人不仅利用玫瑰的养生功效制作玫瑰宴，他们还对玫瑰进行研究。早在1959年的时候，平阴人就成立了国内唯一的玫瑰研究所，并不断开发玫瑰新品种。1988年，在老品种重瓣玫瑰的基础上，培育出了风花1号玫瑰。这种玫瑰与传统玫瑰相比，提高产量的同时，还增加了玫瑰的出油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平阴玫瑰成了平阴人的致富花。平阴人对玫瑰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将玫瑰送上了太空。2004年9月，100颗平阴玫瑰种子搭乘第20颗返回式科学与实验卫星飞上太空。玫瑰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进行了研究，没想到种植出来的玫瑰品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那个培育新品种嘛，我们就是把这品种的种子太空育种嘛，我们又现在确定了2-3个新品种啊，再待一会儿咱们看看那边去。哦，在这边是吧？从那边，来从那边走。哦。直观的能看得出来区别吗？这个就是，这个品种呢，就是比原先的品种，这个花型花色变了，这是原先的品种。哦。好，原先是红色的，现在呢变粉色了，浅粉色，这是一个。它呢就是花型也花大小也变了。这个大，这个小，从太空回来的对种子开的花就变小了，这一个方面变色。再一个呢，就枝条变了，原来枝条呢上面刺儿比较多，刺儿现在呢就没刺儿，都没刺儿，这刺儿一个没有。除了我们看到的粉色太空玫瑰，平阴人还在不断研究其他太空玫瑰种子。经过初步研究，发现另一种太空玫瑰，产量高过风化一号。如果将来推广，平阴玫瑰的产量还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千百年来，玫瑰对于平阴人而言，不仅是养生的珍品，还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